我曾经几次联想到离开道场，但小孩在此地学习，所以又留下来。我担心孩子在这个环境当中学习，以后想出家怎么办？出家是好事情，这不是坏事情啊！他如果真想出家了，那你就有福了。我们中国谚语所说的“一子成佛，九祖升天”呢？哦，那你们家福报可大了，是吧？但是环境确实很重要啊！要是真正一个有修有学的道场，那才行啊！如果这个道场不是如法的，那就很难了。特别是小孩，对这个环境的这个熏染，他接受的能力非常强，这个是应当要认真，小孩从小教育比什么都重要。